这人呢？籽料，我跟你说，籽料三千我都用。看一下喜欢哪个便宜一点。我这开两间房子，都便宜，给我八百，我这肉都松了。让你带走吧。这人怎么叫的？这几个，比如说这个，超国志，超国志写的呗，是吧？抄的呗。嗯、佛说观音，这阵念什么？宝不是宝藏啊，是宝典啊，是吧？不是这阵，不认识。你看，这都是手写的。我不能给你挨片发了，你看你要不要这玩意儿？这品相还行，是一本老书。然后那边也行，这边现在这个听那是一部，那这两个都成。百度一下，给他妈。这也是他手写的。写小字还行。这多少钱来的这个？这八百。这本八百。这两本。这几本。这两本不全了，这。不全了。对。这不全了，不全这，这个，这多少钱？这个，这三百，不认识。嗯，这三百，这个呢？也三百。去年他一个马宝。嗯，这像账本似的。是吧？也都手写的。这是肯定是手写，但是缺了，这是第四卷了，对不对？他肯定还有一二三卷都没有了呗，或者是底下还得有，不知道一收就这些，对，五六七，你把我的发几次，行，我得发一下看看完他要不要，行，这地方指定的，搁这地方没事吧，是吧？买一个夹道的。净手盆里面是青花的缠枝莲的，外面是酱油的紫金柚，这摇风是天生的，其余的一点毛病没有，也不用打纸光，资源使用的痕迹非常明显。搁这老板这手里买一个，行，给我包起来，我给你转微信啊。